甄子丹呢日拍摄电影《肥龙过江》嘅杀科戏，不过呢位肥龙好似唔系太肥啫喎。我啱啱接咗拍完《肥龙》，我有两部戏跟住就系一部《二问四》啦，就拍完啦。另外就系《花木兰》啦。咁嗰两部戏唔可以肥噶嘛。咁我就又签咗合约，咁啊冇办法去真。咁就同阿晶哥决定咗，不如特技化妆啦。其实最辛苦就系、是除咗嗰个特技化妆，因为我要拍一个做一个肥仔嘅妆啦，因为要化几个钟头，就系孭住几廿磅去打啦，去跑啦，去演戏啦。因为嗰个妆你化咗之后咧，系嗰个表情会掹住咗嘅，所以当你去演戏嗰时咧，你系初初唔系好习惯嘅，因为你控制唔到啲面部表情嘅，你系慢慢慢慢要需要适应点样控制啲五官噶。嗰啲點樣去控制自己個面部嗰、那個肌肉嘅伸展啊？咁就打啦，打就好辛苦。咁好在我哋拍曬啫。而呢日嘅拍攝地點就揀咗15年前曾經拍攝過《殺破狼》嘅後巷，向自己嘅經典致敬。丹爺仲話係玩自己啊！哦，呢一場戲啊，絕對係啊，因為其中有一場戲係講我回憶翻之前，因為我戲入邊係演一個警察嘅。咁入面有一啲回憶嘅片段咧，講我當年啊做過啲乜嘢，做啲咩。咁我既然係你都講翻我自己啦，咁咪不如拍翻啲我曾經大家觀眾中意嘅戲啦，譬如《殺破狼》咁《渡火線》咁。咁其中一場戲就係喺呢條巷15年前，我拍《殺破狼》嗰時係同吳京拍呢件衫 ，exactly 係嗰件衫，15年啦，好 fit 喎！咁攞翻出嚟，咦，係喎，咁啊幾得意啊，咪喺咁啊。都幾有意義啊！